黄标牛排，韭菜花辣椒酱。嗯，瘦肉里边带筋膜，太香了。筋膜，这也太香了。这么大一块牛排里面就是一块骨头，两块骨头，三块骨头，就这三小块骨头啊，真的是骨头少肉多，真的老好吃了啊。今天没有赶上丽丽直播的啊，下方丽丽给你们挂链接了，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溜达牛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你送人自己吃都嘎嘎有面子。这一大袋的是五斤啊，哎，看不着咱家带清真标识的，而且是黄标牛排，科尔沁草原的溜达牛。清真代表着是没有死牛，没有病牛，没有僵尸肉，没有注水肉，家人们啊，没拍到牛排的下方购物车直接拍啊。这一大袋139，是丽丽之前卖168的品质，真的是老好了啊。喜欢吃牛排的，过年喜欢吃牛排的，想吃牛排的去拍上一单。高黑板土豆粉，大冷的天儿，东北，哎，你就来上这一碗热乎乎的土豆粉，老得劲了。放上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这也太筋道了，哪有小丸子，干豆腐、海带、豆芽，天冷了你就整上这一碗热乎土豆粉，那是真得劲儿，暖心又暖胃呀。不管多冷的天你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土豆粉，真得劲儿。喜欢吃土豆粉的家人们啊，下方给你们挂链接了，39.9收到货给你发10袋土豆粉，咱家土豆粉每一袋是400克的啊，大包装的，这土豆粉才好吃呢啊，麻辣鲜香啊。哎呀妈，太好吃了！土豆粉没拍的，喜欢吃的一定要入手一袋。